大家好，我是三福。那么这个是动漫展，台北国际动漫第二代影片，就是开我抽到的801。怎么了？很好，好了，801哦。好了，开了。801，看能不能开一个班长猪挪的发，就飞天啦！哇，满满的30包，801中文版，非常强大。好了，2包2包了。我觉得怎么有点厚啊？这个不太，有点不可思议。有神秘小帮手，好，对下角。现实遗产巨石人头像，积木石魔，小海豚，巨石阵术，什么这样没什么印象。叠放再生，好，黄金飞船，魔导剑士，再生石魔，火焰门魔导书，银河女王之光，好，第一包空空的没有，好。再来2、3包，来3、4包。伤害法师，魔法啊，甜点，千层酥猫，锁骨，哇，此人开始，是哟、哦。不像是之前那个什么 ABC 流行的时候，有价钱。母灵，魔法甜点礼仪。世代之力，套卡套小帮手，我套了机会啊，其实还好。英豪挑战者斯巴达，泡芙骑士，雷电爸爸，靠，怎么开始脏啦？M33，天空城。不能接受！天哪，班长没啦，可以休息睡觉啦。难受哎，开从33。太神秘，太神奇了！雷电结界，强制退出装置，所以啦。这还有黑枪哦，电击魔术师。没呀、啊，没买，没呀、啊，买没卖。那浮雕包可以开什么？浮雕开尽量的吧。坦克车、海王突击兵、水油，哦，还有圣骑士，圣骑士高文、3000根针、魔导鬼师，这个是美音版。好，3包。这有点厚的不可思议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先是水晶骷髅，千层酥猫。我记得应该是有公主的，那我开始公主了。糖浆，樱草复活节，裂开始。伤害法师、泡芙骑士，哦，引领的巨神，这样我记得华商我也没有，日文版我也没有，两面。好了，剩下15张了，现在不是15张，15包，我们开4张，全部都是超两块，全部都是超两块，没有吧？这个时候在吹超量，难免。妖精王就一只而已，08吧，所以有一张。你看，浮雕开这张，有点不意外。魔导法皇海龙，我记得我好像我也有浮雕的，这样很便宜啊，又没什么用。
所以很便宜。光之帝王，雷电妈妈，是有雷电系列。哇 ，X 咖喱吧，你好胜者，全部都是超量怪，雷电姐姐，真的全部都超量怪啊，不能接受啊。说好的朱诺，说好的公主呢 ？BF 哦，朱诺，碎，朱诺大梅啊，会输就好了，会输就要翻桌了，都快开完了，中了个801，我怎么记得我好像没有。开中文门801的印象，还是我根本没有开？我记得我有啊，魔导书我可以打，再打个，再打个中文版魔导，太怪。朱诺，朱诺那场也是蛮贵的，而且书室开不到，没开到书室，那也是要有，还要够。香森的魔导书，锁骨，各位观众，魔法甜点布丁公主，素油，开梅亚就是王道，应该开的差不多了。雷电爸爸三张，林老师嘞又是33，哦，尽量给个机会。现在几张了？2、4、6、8、9，应该是开完了。雷电妈妈好像也差不多了。雷电姐姐，所以啊，雷电系列。啊，雷电那个什么，开不到雷电那个，他那一张超量怪，因为那我记得好像是金鸟还是三卡的，希望给争气一点。我好像没看到银谱哎，是我的错觉吗？斩锤，地灵神也是醉了，开地灵神。火人杀手应该是没了，10张了。好，先是1张外星人，12、4、6、8、10、11、11张。好了，这正常配率。这音谱是什么？我也忘了。有音谱吗？旧的系列我真的不太记得音谱是哪几张了。白银狙击手不知道是不是？白银狙击手。不知道是不是音谱，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要找看有没有音谱而已。雷电爸爸，夏利欧，就舒适还是开不到。我记得上次开那个好像没开到舒适，当然不是苏东坡那个舒适，是魔导舒适。巨石真术也不是啊，我都忘了这音谱是什么。算了，不重要，呵呵。至少我没看到。好啦，没办法，就这样啦。应该是没有。这把到时候把雷电系列拉出来一套。好了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这张好像是白银狙击手，这张我记得是可以覆盖的场上，但在魔线区。好了，开完了，一大堆的超量怪，这是超量怪的特产，专开超量。好，稍微看一下开的齿轮齿巨人 Case Number 33半钻，哭哭，来炼金魔术师梅亚，阴影的巨神，我记得黄梅有了，魔导法皇海龙浮雕，或者是这是新浮雕了哦。
好啦，好，王者之剑这个还得太不错了。现实遗产外星人这个也可以玩的，现实遗产一样重复的。朱诺瓦睡，天行神还好，然后魔法甜点布丁公主，美美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次我去台北国际电玩展抽到的补充包第二盒就开完了，第二盒801，第一盒是 EP15。好啦，叫我们全部开完啦，因为那个套牌子也是之前开过的，就开这种三盒的比较好看而已。然后其他的话就是，有一盒电影包，还有一些闪零闪的补充包，都是在我的 FB 有些实况了。如果想看这个影片的话，就请到 FB 吧。然后如果我看能不能把它下载下来，转到 YouTube 上面，再来把它上传，再把下载下来上传 YouTube。不过因为画质不是很好啦，因为毕竟是我在旅馆用实况开的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开就我们开这个就到这边啦。然后再来就是之后几天的 20AP 的第二弹。好，所以也请大家准时收看喽。好了，那么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啦。然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我影片按喜欢。然后呢，如果想持续追我影片的话，就请按订阅喽。然后还有一个神奇的铃铛，请记得按，它才会有发片通知。好，我是神符，我们过几天见，拜拜。